每次去 Outlet 购物都会有赚大了的感觉，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更是如此。不过你真的以为自己的奥莱扫货技能是满分了吗？有个宝藏商店很可能被你忽略了，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雅诗兰黛、 MAC、 Bobby Brown、 祖马龙、倩碧、 Origins、 Glam Glow， 整家店里很多好口碑品牌以及经常登上回购囤货榜单的美妆品，这里像是个商场化妆品专柜的精选合集。刚才看到的所有好东西都出自这家美妆品折扣店 The Cosmetic Company Store。 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会发现Premium Outlets 和 Tanger 旗下的很多奥特莱斯里都有这家店。比比价， The Cosmetic Company Store 属于雅诗兰黛旗下品牌，平时大家爱的品牌都能在这里找到，也就不意外了。最厉害的一点当然是里面的产品价格足够诱人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比比价，看看店里的优惠力度怎么样。雅诗兰黛红石榴系列 25% off， La Mer 修复精华 25% off，祖马龙限定套盒40%-50% off， 雅诗兰黛 Double Wear 粉底液40% off， MAC 口红眼影40% off， 倩碧黄油40% off。 打折规律，这家店目前没有网店，只有实体店，最重要的是全年持续的40%-50% off。 小伙伴们可以动动手指头搜索看看自己的附近有没有，一般节假日的福利会更多，还会赠送很多额外的礼物。比如今年黑五的折扣力度是，凡消费75美元就可以用55美元的价格买到价值200美元的福袋。 The Cosmetic Company Store 购物 Tips， 比完价就知道打折规律，再来看看我们总结的 The Cosmetic Company Store 购物 Tips 吧。一、护肤产品回购，平时自己在用而且觉得不错的面霜、洁面、爽肤水等经典的基础护肤品，很适合在折扣店里购买。二、日常美妆品囤货，妆容里必不可少的用来画眉毛、眼线、睫毛的产品，尤其是眉笔这种消化很快，妆容里绝对不能缺少的，非常适合在折扣店买，多囤几支。三、限量特别款产品，如果之前错过了有没买到的新系列产品，比如 MAC 的限定口红和眼影等等，可以在折扣店碰碰运气，也许能找到呢，不仅拥有了，价格还更便宜，想想就开心。四、节日礼物，店内除了有独立包装的好口碑产品，还有很多礼盒款式，好的礼物好的价格，买来送给好朋友，既体面又保住了钱包，简直完美。通常去奥莱，大家都会选择买买服饰、鞋包之类的产品，很少人想到美妆护肤品，觉得货架上都会是不知名的品牌、没人要的色号，甚至是过气的产品。现在有没有觉得之前的误会太大了？希望今天的视频给大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，能够对即将到来的黑五奥莱血拼买买买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个赞并分享，别忘了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